小熊是不是一个陀螺都一个色儿是吧？啊，一个色儿，然后弄的有的也不一样。也不一样。有人有玩。看个人习惯，就好别的事也一样。有个人他先扭头了，有个人他就先把头留着。是啊。吃羊的客人呀，直呼说没有看到杀羊的过程，好可惜呀。他们只吃过羊肉，没有见过这个杀羊的过程。看来大家对这个杀羊还是很感兴趣的。